要是我来找你，先躲起来，不要问。要是我来找你，先躲起来，不要问。
叛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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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乖，不乖，不乖。不乖，不乖。不乖。叛徒，叛徒。叛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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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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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叛徒。叛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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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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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乖。要是我来找你，先躲起来，不要问。啊，好。不乖，不乖，叛徒。不乖，叛徒。不乖，叛徒。不乖，不乖，不乖，叛徒，叛徒。不乖，不乖。不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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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乖。快走！那女人发现了，她是真的想杀了我们。我们要逃去哪？叛徒，叛徒，叛徒，叛徒！不乖。三女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好，快点啊！孟薄如，我真的很想保护你。我还能改变什么？赵新桥。啊，阿全。
来找我吗？你终于愿意回头了吗？放下三女。你又要杀人吗？是女鬼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冲着我来啊！你以为你这样说，我就会放过他？三女。为什么还会犹豫？赵新桥，我该怪你吗？你用女鬼附身当借口报复我，还扯上无辜的三女。你说你要疯了，你说你不要同情，你以为你没得选择，我也是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反正也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，我只能继续照计划走，不然不管是你还是我，谁都逃不了，只能在这里一直挣扎。快到了，赵新桥，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赵新桥，你杀不了我。那你干嘛逃？为什么？就像你说的，我不是杀不了你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少来了，我早就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你今天就算真的杀了我，也不会愧疚。对吧？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。你知道杀害身边最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来，杀我！我早就想死了。砸我！砸！你搞错了，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冷血的人。你我没有。
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？这一次我们真的不能再失败了。现在已经是2020年2月29日半夜，等天真的亮了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要是这样一直被陈星会阻挡下去，到时候我们都会完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说可以救石头，我才救你的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这诅咒世界，你比我更清楚。靠我一个人挡不了他。为什么是我？赶快去，刚刚那样拖不了多久时间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
小慧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可以。陈星慧，王金龙，陈新慧。你做实验不要做太晚，我会贪心的。你没做实验的时候也会来接我，我有什么好担心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。嗯，一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你。嗯，这是你的回忆吗，陈星慧？
阿全，你不想再帮女鬼杀人，我也不想继续困在诅咒里。不管你找到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，我都会试试看。为了石头，真的可以，走吧。这里是学校地下室？啊，不，不对。诊所？不可能，难道这里也是你的回忆？头脑都一样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威胁我也没用，我不会再被你带着走了。石头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这次是房间，哦，墙上写的这些是……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
这里是